当时咧有同大家讲病，讲病吓，冇人想成日病噶嘛，系嘛？但系我哋知唔知道自己点解会病？如果我哋唔知道自己啊点解会病咧，咁咪继续病咯。你知道做错咗咩嘢，先至成日会病咧？啊，咁咪以后咪唔使病咯？边个想病啫？系嘛？病唔好玩噶嘛，病好辛苦噶嘛，病好嘥钱噶嘛，好折腾噶嘛，吓病咗，老板又惨，屋企人锡你嗰啲又惨，何必呢？系嘛？但系讲又系咁讲咯，个个都话想健康，但系大家又唔去研究下点解会病喎？吓，我哋小学、中学、大学，冇人同我哋讲点解我哋会病喎？最基本我哋做人生存嘅嘢，我哋都搞唔清楚。嗱，讲真啦，如果你十年前、廿年前嚟访问长哥咧吓，我都讲唔到几多。我都系好似其他人咁样咯，以为话我点解会病？唔够运动咯，休息唔够咯。營養差咯，成日去嗰啲好唔健康嘅地方啦，係嘛？商場啊，嗰啲空調啊地方，個個都係咁講啦，唔錯得曬，表面上係咁樣咯，但係其實如果你諗落去咧，呢啲表面嘅原因，只是表面的原因嚟嘅啫，真的不是咁噶。咁啊，嗱，而家我同你讲咧，啊呢一套嘅理念咧，唔系我喺边度去边度学翻嚟，冇人教过我，亦都冇边位大师、边位作家讲过，系断断续续咧，有不同嘅著作啦。不同嘅可能演講啦，有人提過啦嚇，唔係我發明嘅，不過就係呢幾年，好彩又唔好彩，好多人揾我，佢哋病到七彩，見得多咧，就會諗到諗出一啲嘢咯。哈，病嗰啲人一個二個三個都係咁嘅喎嚇。健康嗰啲人唔係咁嘅喎，咁我覺得咧，既然冇人講，我又唔怕淺陋，又唔怕面懵嚇，拋磚引玉，同大家講下我自己嘅觀察。長哥唔係啱曬嚇，我都會錯曬，不過講得多咧，睇到好多人嘅回應咧，我開始發覺。真係咁嘅咧，可能過多一段時間，再俾我多啲機會去臨床研究，我會睇多啲咯，再睇多啲。不過而家你當係中期報告都好啦，咁啊，我就寫咗幾本書講呢啲嘢啦。咁啊，今次咧，你唔睇我啲書咧，或者聽下咯，或者趁呢個機會。一齊交流一下啦，嗱，好歡迎你回應嘅嚇，你而家寫一啲回應啦，我只有睇到嘅，咁我試下有冇辦法同你互動啊？就係講咯，邊啲人時時病嘅咧？嗱我發現咧，頭先我講啲表面嘅原因啦，但係真正嘅原因咧。是態度，做人的態度。有一句話很真的咧 ，attitude is everything， 態度決定一切。態度就是你的命運。什麼態度呢？就是周圍很多事發生的啦，你怎麼回應啊？你怎麼看發生那些事的呢？你怎麼理解的呢？就是那些啦。
嗱，最近你成日聽長哥講啦，個病唔係醫噶，醫嗰個病都冇用噶，因為其實你想病先會病啊嘛。點解嗰啲人會想病咧？嚇，同埋醫生成日都唔話俾你聽 ，all healing is self healing。係啊，長哥講嚟講去都係呢一句嚇。所有病都是你自己里面搞翻掂。我哋俾个身体有正常合适嘅条件，佢就搞翻掂噶啦，唔系靠食药打针噶啦。咁啊，点解会搞出个病出嚟咧？吓，嗱，初初我都睇唔到嗰个关系。后来咧，整下整下咧，讲得多咧吓，又攣落去问多啲人，了解多啲啦。我就发现，而家同你讲咯，吓病系有四个问题嘅，即系话咧，如果你系咁咧，你系成日病噶啦。你需要一样咧就好多病，需要两样成日病，需要三样咧就病到好难搞啊，需要四样咧就死得啦，即系咁咯。咁你有冇兴趣听下长哥讲？其实问题在哪里呢？哪些人用什么态度做人才会病的呢？我逐样讲了啊，开始。第一样就是我问下你，你有几介意人家怎么看你自己的呢？有几介意啊？现在常哥告诉你听，就是由零到十，零就是完全不理人家讲什么的，你有你讲，我根本就不听。十呢就是非常之介意人家讲，人家是这样以不觉意讲一句呢，你就有几晚睡不着，嬲足十日那只咯。如果你是有五分、六分、七分呢，情况是很严重。总之就是越介意人家怎么看自己就越多病的。这个是第一样，是今天讲的第一样。总之长期不健康的人就是很紧张人家怎么讲自己。我就发现呢，香港人尤其是係咁嘅喎，好奇怪嚇。西方人咧，我識好多外籍嘅人士咧嚇，佢哋都有自信心，佢哋都忠於自己。你講乜，佢唔理你嘅嚇。但係有好多原因啦，香港人係特別介意嘅嚇。咁啊，今日唔分析嗰啲原因啦。只不過就係咧，調翻轉頭嚟講咧，你知道呢個係問題咧，你改下佢啦，嚇、咁你唔使病咯，嚇、咁你話，哦，原來係咁，我都想改，點改啊？做自己咯，做自己係點咧嚇？而家我哋成日都做人哋要求嘅人，唔係做自己想做嗰个人㗎。我哋为咗合母，即係话呢，等人哋係睇低自己啦，接受自己啦，咁呢就忍气吞声，唔敢去表现自己㗎。咁啊，所以呢一个完全係自我形象嘅问题。常哥成日讲呢，香港人嘅自我形象真係好低落，好低落，好低落，成日耷低头，唔望人，缩埋嗰只咯吓，好介意人哋点样睇自己嘅咧，咁啊，所以咧吓，那个对症下药吓。你要解決呢個問題咧，就係由最根本做起啦。
我做人关你咩事啫？只要我唔伤害人哋，我可以做自己噶嘛，就系咁啦。介意人哋有乜谂咧？其实只系表示你自己个自我形象好低落，你自己觉得冇用，你唔敢俾真正嘅自己俾人哋睇咯。渐渐我学到咧，就系、是、嗱，我去评价自己。你哋点讲系你嘅意见，系你嘅观点角度。我爱护自己，我关怀自己，我欣赏自己。我唔容许任何人嘅意见、任何人嘅评论影响我嘅。我开唔开心唔系由人哋决定嘅。咁啊，永远都又系有人冤枉我啦、闹我啦、贬低我啦。笑我啦，玩我啦。而家我学到咧，系啊，做人系咁噶啦吓。因为呢个世界有好多病态人啊嘛。如果佢系横蛮无理嘅吓，系佢自己出洋相，佢自己献世吓，佢自己暴露咗，佢唔掂啫嘛吓，关我咩事啫？佢無理取鬧，佢針對我。我知道咧，係佢需要被療愈啊，係佢唔掂啊嘛，我咪同情佢咯，我咪祝福佢咯。喺可能範圍之內，如果我有餘力，如果我有意願，我就幫下佢，好翻啲啦。但係我唔會容許。他哋污染我，傷害我。嗱，一間我就講傷害嘅問題嚇。總之而家就講住呢度先，就係咧，你點樣癲？你咁樣點樣慢？嚇，你點樣蠢？唔關我事，我唔會受到你嘅污染咁咯。好啦，呢一個咧就係我講嘅第一點啦，嚇。仲有就係咧，我會好小心嘅。啊，就算人哋讚我咧，我都唔會係俾自己好開心，因為如果你讚我，我就開心。下次你唔讚我啦，或者你講一啲我唔中意聽嘅嘢啦，我咪唔開心咯，係嘛？所以咧，人哋點講係反映出佢嘅觀點。佢唔欣賞係佢嘅問題，佢脾氣唔好係佢嘅問題。我聽咗就算噶啦，我盡量心如止水，唔會衝動反應，即係情緒起波動咯。嚇，講就易啦，講真啦，直到最近呢幾年咧，我都有好多反應嘅嚇，你知啦，幾多口痕有得噶。佢半夜三點冇嘢做咧，就亂咁噏嘅。喺網上咧嚇，而家咪有網上欺凌嘅，完全冇理由啊！講啲好核突、好卑鄙嘅嘢。以前我好興噶嚇，我明明咁有心去做嘢，我明明唔係為咗名為咗利，明明唔係咁嚇，佢扭橫折曲嚟到去。鬧我、插我，後來我先知道我好蠢咯嚇！我成日都話只狗衝過嚟吠你想咬你，你冇理由趴低身同佢鬥咬噶嘛，係嘛？你唔係狗嘛？如果我同呢啲咁嘅人喺度拗一餐。我是降低我的人格，我降低我的水平，他没资格跟我拗，他根本没资格，没条件去明我做些什么事，算咯。还有就是呢，我会多谢他咯，他们就是逆行菩萨咯，即是说他们用一些负面的事来到帮助我修炼啊，等我知道自己的不足。
如果我唔開心，我激氣咧，仲計啦。如果我激氣咧，問題喺我度，嚇、啊，即係所以咧，慢慢我就真係修練到多啲啦嚇。因為我而家知道我係邊個，我充分欣賞自己天生嘅價值。我明白自己的角色，明白自己而家做人的使命。我尊重自己，我爱自己，我信心十足，我内心平静。所以呢，吓，人哋讲乜，应该都干扰唔到我嘅健康嘅。我明白到咧，呢、这个世界个个都核子摸象嘅啫，个个人提啲意见，个个人噏乜嘢咧？都是那個人在那一刻不知道為什麼說這句話出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他有他的過去的經驗，他有他的創傷，他有他的偏見，他有他的無知，他說而已，他不是說全部真相，肯定距離真相很遠的、啊、所以呢，我認識自己唔係靠人哋咁樣噏噶，嚇！當然三人行必有我師，嚇！人哋點樣睇我，可以幫到我去反省自己做嘅嘢。但係咧，我知道世界發生嘅嘢咧，唔係咁噶咯，嚇！所以我抬高頭做人，活出真正係我自己，就是因為我搞清楚自己的身份。我記得我是很神圣的，我是很有能力的，我很有智慧，我很可愛的，我很慈悲的，我頂天立地，對得住上面，對得住所有人，所以內心保持天生那一份平靜恩悅的狀態。外面怎樣天翻地覆，人家怎樣亂箭穿心插我、啊、我都希望我做到裡面一樣是這麼安靜，一樣這麼幸福這麼、啊、我不會說因為你說話呢我就覺得不安全了，因為呢不安全感怕青、啊、就是做人生命的大敵了、啊，我哋啲病就係因為我哋長期驚青嘛，嗱，恢復自信就係恢復安全感，生命以後就會掂曬噶啦。所以講到尾係我抬起頭做人，愛自己，覺得自己好寶貴、好神聖，覺得自己天才橫日，天生好人緣，分分秒秒個宇宙在度錫我、撐我、祝福我，就咁咪唔使病咯，嚇、啊！好嗱，呢、這個咧就係我講啲人病咧四個主要原因。第一個啦，再講一次，就係好鬼介意人哋點樣睇自己。你唔開始唔介意咧，你就唔使病啦。好，而家讲第二个啦喎吓，第二件事啦吓，咁、啊、就系、是、我就想问你啊吓，你有冇时时想去改变人哋噶啦？改变人哋咩意思咧吓？由零到十啦吓，零就系你从来冇谂去改变人哋嘅，十系非常之成日。都話呢個唔妥，嗰、那個唔妥，咁就好啦咁。又要叫老公戒煙咯，又要阿仔唔好成日打機咯，又想啊個同事唔好咁做嘢啦。嚇、啊，總之啊，人哋要聽曬你話咧，人哋改變咗，你先至安樂嘅。咁嗱，咁你又多病。原來真係噶，真係噶咧，我觀察到咧嚇。啊，有好多係職業病嚟嘅，做媽咪嚇，梗係想個仔咁咁咁咁咁啦，於是就成日操控佢嚇、啊，
咁所以咧搞到好唔掂啦，啊，咁做老師又係啦，啊，成日去改變啲學生，但係其實咧，你想唔病咧嚇，就要戒咗呢一種咁樣嘅衝動咯，一種思維嘅習慣。你話點改啊？咁好易嘅咋，好易嘅咋，記住一個天理。呢一個係宇宙嘅規律嚟嘅咧，你明白咗，你肯去承認，你跟住咁做咧，就 O K 嘅，好好嘅。啊，聽住啦，我哋唔可能去改變任何一個人。我哋冇需要去改變任何一個人。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我哋可以改變，係邊個啊？你識答啦，自己咯，啊！我哋冇可能去改變呢個社會，冇可能去改變呢個世界，未必可以改變周圍嘅環境。我哋冇需要等到啲嘢改變曬先至心安理得嘅，唔係咁做人噶啦，啊！奇怪就係啦，我哋唔去改變人哋啦，只要我哋改變咗自己啦，人哋喺邊噶咯喎，嚇！嗱呢一個咧，如果冇人提點你咧，你諗唔到啊，所以咧。我明白咗呢個道理咧，我就識做啦。我而家咧唔會去嘥心機去改變人哋咯。我亦都唔會斤斤計較自己有幾成功，改變咗呢個世界幾多咯。反而每一日、每一分鐘，我都好努力去改變我自己，不斷用個心去改變自己。咁咧，自自然然咧嚇，呢個世界又變噶啦，生生不息。咁咧，我就做人咧就好快樂啦，好刺激，覺得生命好圓滿。如果你覺悟咧，你就會知道你嘅病係你自己好癲搞出嚟嘅，唔關人事。我哋嘅幸福唔关人事，唔关呢个世界事，所以我哋辛辛苦苦要去改变人哋啦，去改变呢个世界啦，系白做嘅，系自寻烦恼。嗱，即唔系话你好心想人哋改变就唔好啊？唔系啊，你想老公赚多啲钱戒烟，唔好出去。花天酒地，你好想佢改變係好噶嚇、我唔係話呢個世界唔需要我哋努力去改變，而係話咧嚇，我哋唔使等到成功改變咗先至可以安心。改唔改變到，我出咗力，我一樣係咁安心，一樣覺得 OK 咯。It's okay to be not okay， 唔係咁樣去用死力去逼人哋改變嘅，咁啊有一句話咧好有智慧嘅，係咩咧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你想人哋點樣變咧？你想呢個世界點樣變咧？你自己變咗先啦，變咗先之後咧，人哋會跟住變噶啦，所以咧。我好努力去改變自己，就冇乜時間去激氣啊，冇乜時間去擔憂啊，嗰啲咁咯嚇，咁啊唔使再病咯。好，咁咧呢個就係講咗兩樣啦。第一樣啊，令我哋好病嘅咧嚇，就係咩話？就係介意人哋點講自己啦。第二咧就係咧成日去改變人哋啦。
咁而家講第三樣，第三樣，第三樣你估係乜咧嚇？第三樣就係啦，長期覺得自己喺度受害。係咩叫自己受害呢？就係話人哋對我唔住咯，人哋蝦我啦，人哋逼我咯，人哋剝削我咯，人哋係糟質我咯。嗱，你一諗咁呢一類咁嘅嘢咧嚇，總之係人哋對自己唔好咧，你就長期唔開心，所以長期會病。啊，咁而家我想好徹底斬釘截鐵講俾你聽，嗱，講明你係好難接受，你唔接受咧，你唔明白咧，你就繼續病落去啦。我初初都覺得好難理解，點會咁㗎？咁係真係咁。聽住，就係話咧，呢個世界上冇人可以傷害你，只有一個人可以傷害你，就係你自己。你成日都話人哋，人哋害你，冇人害你，你係自己覺得你係俾人哋害，就係咁啦。嗱，呢個就好蠢啦，呢個就係好徹底，就係咁咯嚇。你覺得你係可以被傷害嘅，你覺得係人哋係傷害你嘅。咁而家我講俾你聽啦嚇，世界上冇人想傷害你，真係咁啦又。你以為嘅啫，其實唔係咯嚇。點解冇人會傷害你呢？好多原因咯。有一句話咧，好多年前我聽到咧嚇，覺得好正。咁啊，改變咗我好多嘅態度。真係噶，下次你好激氣嘅時候，記住有人提醒過你，聽住咯，係唔好用人哋嘅愚蠢去懲罰你自己。佢做得衰，佢賤格，佢卑鄙，佢蠢，係佢唔掂啊嘛。是他的错嘛。为什么他蠢，为什么他衰，我要用他的东西来惩罚我自己啫。他衰没有他衰咯，他蠢没有他蠢咯。那你说不是喎，他害了我喎，不好意思。常哥现在告诉你，没人害到你的。你唔覺得人哋害到你，人哋害唔到你。有一句話咧，就係話咧，係嘛？一隻手拍唔響啊嘛，你要伸隻手出去，人哋先拍到你啊嘛。我根本唔伸隻手出去，我縮翻隻手，你就拍唔到我啦。嚇、啊？點解我哋話我哋係冇可能被創傷嘅咧？俾人哋害嘅咧嚇？啊，就是首先呢，冇人天生係咁衰，要害人嘅。嗱，你要接受呢個事實先。係咩意思呢？就係話呢，世界上只有蠢人，只有無能嘅人，係冇邪惡嘅人嘅。冇人天生就係邪惡嘅。我好記得有一件事係改變了我的生命。話說呢，有一天很多年前，我仔阿女呢讀緊小學的時間，我就跟他們出城啦，係嘛？我們在村口那裡巴士站等車。那天呢，天氣很熱很焗，個車站有好多人喺度逼住喺度，好奇怪喎！平時唔係咁逼嘅喎，都排唔到龍啊，咁樣逼住曬喺度，好混亂。咁啊，好可能係塞車啦，可能係交通失事啦。
總之巴士脫曬班，好耐都冇一架巴士嚟，或者小巴嚟，啲人喺度鼓噪啦，唔知點好，的士又冇啦。咁我發現咧，喺我身邊就喺我身邊啦，就有一個阿叔，你估佢做乜咧？佢擔住口煙，係咁喺度泵煙，直情非常之誇張，大口大口咁。一支食完食第二支冇停过，搞到咧，因为冇乜风啊，好闷热，咁咧周围咧啲烟味咧罩住。嗱嗰阵时咧就未有法例嘅规定，巴士站唔准吸烟嘅，而家就系犯法啦，但系。佢係咁樣噴煙喺我身邊，我就好頂唔順，好辛苦。我覺得佢好冇禮貌，覺得佢好自私。佢點可以自己快樂，建築喺人哋嘅痛苦度？人哋好辛苦。仲有就係咧，喂，你生癌就好啦，我哋唔想陪你翻世生肺癌喎。嗱，我女兒大咗，如果佢生肺癌，我邊度去揾你復仇？到時點樣打死你？你估唔到咧嚇！如果你未做過爹哋啦，你又唔知啦嚇。做爸爸咧係有一種衝動啊，係一種獸性，一種天生嘅本性啦，係保護啲細路。嗱，所有動物都係咁，我諗你知啦嚇。就係我覺得咧。我仔嘅女咁細個，佢哋保護唔到自己，我係有責任啊，同佢哋出頭。我越諗就越嬲，越望佢又越谷氣。我真係想衝埋去啦，一手搶咗佢支煙，然後打佢嘅佢幾巴，踢佢兩腳。我正頂唔順。怎可以咁樣嘅咧？咁我幾乎係衝動到咁嗰陣時，好彩我諗起一樣嘢喎，喺小朋友面前示範用武力去解決問題，係咪好唔應該先？係嘛？咁所以咧，我就谷住氣啖氣啦。唉，算啦。就係咁啦，唔知等咗幾耐巴士，唔記得咗。咁啊，但係咧，話説咧，過咗三日四日嚇，忽然間咧，我有一個意念啊，喺呢度出嚟，我已經谷起谷咗嘅三日四日。你嗰個諗乜嘢咧？我就諗呢位阿叔，唔通佢唔知道吸煙危害健康咩？明知危害健康，明知會肺癌，都要食煙，點解？其實佢都係受害者，佢分分鐘咧就係住劏房啦，或者翻屋企俾老婆鬧啦，老闆又唔妥佢啦，頭頭碰著黑啦，成日擔心啦，成日激氣啦，好唔掂咯，咁先至會做煙產噶嘛，佢壓力好大好大好大，或者佢一日翻三更工啦，係嘛？早出晚歸，冇啖好食，等等等等等等，總之係好凄慘，香港好多人都係咁。如果是这样，吸口煙是他唯一去卸了壓力的手段，算了。如果我是他，我是这样的處境，我會吸緊毒或者激死了自己。我这样一想，想起喂，他都是这個社會的受害者，那又覺得我又冇咁嬲咯喎，
啊，我同情佢，冇事啦。我就諗起啊，好多年前我學 NLP 咧，嚇，即係話神經語言程式學係一種催眠啊，唔係係一種心理學嘅應用咯嚇。咁咧啊，都係一種催眠嘅其實嚇，即係其中有一個原則啦。就是明白到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用他自己所懂得的方法尽力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如果他做得不好，如果我们认为他做得错，是因为他不懂，他不懂得更加好的方法。即係譬如我講，我諗係啊，如果我咧嚇，我又識靜心，我又識祈禱，我又識去晨運，我又可以去游水，咁咪減壓咯。佢唔得啊嘛，佢冇咁嘅閒情，佢冇咁嘅空間，佢冇咁嘅知識技術，佢冇讀過我俾咁鬼多錢嚟去。去學嘅嘢咁咯，佢只係用佢識得嘅方式去解決問題，將嘢做到最好。咁冇乜錯喎嚇，就係咁啦。於是咧，我就唔再怪佢啦。當我唔再怪佢嘅時候咧，我就覺得自己好蠢。點解要容許我自己俾佢激親啊？就係咁咯嚇。冇人可以傷害我，傷害我嗰啲嚇都係佢唔知道自己係傷害緊我，冇人專登傷害我。同埋咧，即使有人傷害我，啊真係啦，譬如啦，有好多女士就話啦，我男朋友拋棄咗我，嚇邊個？呃曬我啲錢，我啲同事喺度糟質我，逼我日日食死貓。嗱呢啲咁嘅嘢成日發生噶啦，但係呢啲嘢發生咧，全部都係宇宙嘅劇本嘅一部分嚟嘅。每一件事發生，一定係好事。世界上係冇壞事嘅，壞事都係好事，係我哋生命。要修練學習去面對幾凄慘嘅嘢，幾冇理由嘅嘢，幾巧合嘅嘢，都係精彩天衣無縫嘅安排。要發生嘅嘢一定發生，其他嘅人嚇去令到搞到我雞毛鴨血。他是跟着我的劇本去做，正如我一直都想，耶穌被他其中一個門徒出賣，那個就叫做猶大 Judas 有什麼錯呢？他是成為千古罪人，教會鬧到他七彩，叫大家不要學他，因為他出賣了耶穌。但是如果沒有一個 Judas， 耶穌怎樣上十字架呢？劇本這場戲怎麼做？一定要有人做醜人的嘛。所以我們生命裡面每一個人，其實在我們任何一個階段出現都是要出現的，他們有他們 的戲要做，他們要講一些東西，他們要寫一些東西，他們要做這些東西，就是這樣咯。還有呢，人生是一個舞台，你
做過舞台劇，你就知道長哥做過嚇。你捅我一刀，喺我哋做緊戲嘅時候咧，水銀燈下咁多觀眾睇住，你一刀捅過嚟，我爸爸聲流血，攣低咗嚇。到謝幕啦，做完啦謝幕，我爬翻起身，一齊拖住手鞠躬謝幕，即係點啊？即係假嘅咯，我冇死到咯，我冇傷到咯，扮嘅啫嘛。我哋生活裏面發生嘅所有嘢都係扮嘅，咁、啊、所以我哋要睇得通呢啲嘢咯。我睇到阿山咧嚇、就講啦，就係話，但係咁樣會好抑壓喎，抑壓就係因為睇唔通嘛。我知道劇本係咁寫，我知道呢件事會發生，我知道呢個人係要扮演咁嘅角色，就唔會抑壓咯。抑壓就係因為我自己無知死蠢啫嘛。覺悟咧就係明清楚明白到冇人可以傷害我，除非我自己肯容許自己俾人哋傷害，我哋以為人哋傷害我。而仲有，我明白咧，所有傷害都係假嘅，因為身體係假噶，呢、這個世界係假噶，大家喺度做戲嘅啫嚇。我哋入戲太深，人哋捅你一刀，明明你要扮痛，你竟然係真係痛，咁你咪長期痛咯。世界上係咧。從來不會有一個人無緣無故傷害另外一個人的、啊、再沉氣講，個個人都是用自己懂得的方式去做他要需要解決問題的事、啊、他們才是受害者，他們很慘、啊、很多的無知，很多的誤會，我們不要混一份，就是這樣、啊總之我就知道呢、啊、所有嘢都係假嘅，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啊、安排就係安排曬啦，咩嘢發生都係好事嚟嘅、啊、一念之轉啦，我就唔嬲啦，我就唔會自憐啦，話我自己有咁慘咁慘咁慘，我又唔會再驚，我又唔會擔心，我只係會感恩啊！好彩，我轉去感恩台咧、啊，就身體就產生自我療愈啦，啊咁咯嚇，最收尾咧，第四樣咯，第四樣嚇，邊、啊、啲人最病咧？你有睇過長哥咁多條片咧嚇？啊你有睇過我啲書咧，你都知道個答案。講到尾，最最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我哋個身體想死啊嘛，唔想玩啊嘛，呢個世界唔好玩啊嘛，我哋被逼過非人生活，所以咧，我哋係長期。處於一個狀態，即係唔掂咯，好激氣咯，好慘咯，嚇！因為我哋生命迷失咗方向。嗱，講得俗啲啦，講得簡單啲就係啦，你冇嘢想做，你就病啦。啊，我諗你聽過我講一萬次嚇，我次次都問我的案主有什麼事你很興奮去做的呢，他們總是說說不出的，說得出他就不用病成這樣，說得出他就不用找我、啊、他沒有事想做，他覺得自己沒用，他覺得這個世界不好玩，
原因就是他找不到他自己的灵魂使命嘛，即是说他不知道生命现在这一程这几年，譬如这样说，是安排了他有什么任务嘛。即是又是问回我的问题，常哥经常都问这个问题，明天这个世界有你在这里没有你在这里有什么分别？他说不出，个个都说不出，说得出就不用病了。他看不到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他。即是我问亲那个问题，说你跟人家有什么不同啊？你有什么厉害过人家？你有什么觉得觉得很自豪的？没有咯，没有咯，说不出自己有什么不同。天生我才必有用，你看不到。你浪费了过去几十年的青春，你出道到现在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没有一样东西你是真的满足的。你知道你的灵魂也好，你的意识也好，你知道自己一世是没有做过什么东西，是觉得很值得，即是有价值的，可以交了功课。没有啊，冇咪想死咯，想死咪病咯，就系咁简单啫嘛。嗱，所以咧，长哥就系独孤一味，吓、啊，就系重新燃点佢生命嗰把火，嗰啲系想做，吓、啊、系要佢做嘅。而家佢好兴奋去做嘅，吓、啊，一路带住佢，等佢明白到咧，吓、啊。做咗嗰啲嘢先至会满足，先会觉得做人冇遗憾咁咯。嗱，呢一个就係最后第四样啦。第四样成日想病就係咁啦。总之呢，一搵到自己生命嘅方向，一理解到自己几有用嘅，个世界需要自己嘅，即刻就唔病，即刻就唔病。吓、啊，佢越系睇得清楚，佢越系有好大嘅愿景，即系佢发个愿好大啦，佢越好得快，就系咁简单。原来就系咁简单。吓、啊，咁、嗯、啊，我都话咯，吓、啊，其实咧，今次就系讲呢四样嘢啦。总结。點解人會病？啊，原來咧係呢四種態度啊，你是但一種咧就會令你好病。我見到好多我嘅案主咧係衰齊四樣，尤其是係第四樣，嚇、啊、無一幸免啊咁咯。第一樣就係你越介意人哋點睇你自己啦，你係越多病。第二就係咧，你越想去改變人哋，你係越多病。第三咧就係你越覺得俾人哋陷害，你就好多病。第四咧，你生命係冇意義嘅，咁你就好多病嚇。咁、啊、所以生病點啊？調翻轉頭咯嚇。頭、啊、先我講咗啦，第一人係點講啊？由佢講到夠嚇。繼續做自己，繼續讚美自己，欣賞自己。覺得自己有價值，嚇、啊、人哋講乜嘢都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嚇、啊、人哋有人哋嘅立場，人哋有人哋嘅過去經驗，冇人會了解你嘅，冇人知道你嘅生命發生過咩事，你自己都唔係好好了解你自己。人哋講咩咪由佢算咯。第二就係、是、啊。你想去改變人哋，每一個人都有佢條命噶，佢有佢嘅劇本，佢係要 PK， 佢係要凄慘，佢係要墮落，由佢咯。你話咁啊影響到我喎，咁啊影響到我啊，邊個邊個邊個喎？呢、這個咪就係共業咯，嚇、啊！
如果 你老公是都要在客厅那里吃烟，你怎样都劝不到他，这个是你条命了。考一下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记住常哥经常都说，生命里面很多的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到，是不需要解决的，是一是需要超越它，在另外一个层面那里去理解，那么这个不是问题。第四呢，就是问题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 他自己会解决的，就是这样咯。讲返四样之后，第三样，你越觉得人家害你呢，你越多病。刚才我讲啦，冇人专登害你，亦都冇人会害到你。如果你觉得人家害緊你呢，是你容许自己被人家伤害，是你的想法来的。你一摆低咗呢，就冇事。就算佢斩咗你的手，就算佢令你破产，佢係冇伤害到你的。如果你唔明呢，再听一次头先我点讲。第四，生命係越冇意义啦，越多病。嗱，呢一个呢，我常个日日都讲㗎啦，吓咁囉。呢个就係喺过去几年我自己做疗愈师、做导师、做生命教练，在前线观察到、梳理埋、总结咗嘅临床心得啦。咁咧，而家咧就系我好虚心送俾你。再讲一次，长哥唔系上帝，我唔会啱晒嘅，我成日都错嘅。大家多啲指教，我哋一齐去研究。嗱，我抛咗砖，希望引到你嘅肉，多啲留言，多啲交流。你觉得我讲得唔够好嘅、唔全面嘅，或者根本错嘅，咁话俾我听好嘛？有机会嚟参加我嘅活动，或者你加入我嘅 Patreon， 喺嗰度咧可以有好多互动啦，咁可以详细有好多文字版嘅信念可以交代咯。头先我讲咗咁多嘢，都系长哥搞出嚟呢一套心意嘅一啲基础嘅信念咯。咁咧，我就出咗几本书讲心意嘅，其中一本就系呢个啦，《心意 DIY》吓，你可以买电子版啦，或者嚟我哋木野林买呢一个纸本嘅版啦，咁里边咧就有好多好好多嘅介绍，就你就明我其实喺度讲紧啲咩咯。好啦，咁就今次讲呢度先啦。希望头先更加多人收到我呢个睇法，呢、这个信念吓，病咧唔系表面上啲细菌，唔系因为你唔够营养。不是因为你不够运动，是因为所有病是心病，是你做人的态度有问题，你究竟怎么看东西，你怎么了解自己的角色，问题在那里。因为那些不行，你才会不够休息，你才会被细菌动到你，你才会营养不良，你自暴自弃咯。好啦，咁就希望頭先嗰啲分享可以對大家有價值。如果你覺得有價值，就將我哋呢一個一段話傳俾其他人睇。咁我哋臨尾咧就做一次感恩。我哋感恩有呢一个娑婆世界作为我哋落嚟凡间玩嘅游乐场，有呢个舞台，有剧本，
有啊咁多人喺我哋生命里边出现，用佢哋嘅方法成全我哋，帮我哋修炼，令我哋升班，去到更加精进嘅维度。多谢每一个人喺我生命里边演出佢哋嘅角色，尤其是嗰啲冤亲债主，令到我鸡毛鸭血啊嗰啲，佢哋先系我哋嘅老师，佢哋先系我嘅逆行菩萨，多谢佢哋。我要多谢古今中外咁多有智慧嘅人、开悟嘅人，向我哋披露咗人生嘅道理。我哋所有嘅思想啊，凡系得到嘅开悟，都系站在佢哋嘅肩膊上边。我哋系由佢哋嗰度学咗好多嘢，得到开悟，走少咗好多冤枉路，减少咗好多嘅悲剧。最收尾，梗系要多谢自己啦，多谢自己有身体，多谢自己选择咗嚟到呢个人间，潇洒走一回，继续演出呢个全程每一分每一秒直播嘅舞台剧。多谢自己，不断要努力去做得更好，做得更加积极兴奋。多谢自己，唔放弃，多谢自己可以令到自己一日比一日更加精进。多谢大家俾我哋呢个缘分，下一次我哋又再倾过啦，拜拜。